今日是一年一度的 TVB 台庆，台庆节目第一次由直播形式改为录影。由于昨晚一班艺员已经录完节目，所以往年热闹非凡的台庆日今年就很冷清。不过一班艺员都没有因为是录影节目就疏于准备，一样咁搏啊！大家都盛装出席，咁多靓仔靓女，真系睇到人眼都花埋。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低胸上阵的蔡思蓓，一头短发的她穿着白色公主裙，性感又不失可爱。而黄君卿就同几位壮男 dancer 一起表演钢管舞，火花十足。另外，上届港姐冠军陈晓华就表演空中瑜伽，靓就是靓，但是今次已经是第三次表演这个了，真的不打算玩下新嘢咩？男艺人方面，备受无线力捧的张震朗表演跳舞，有指他日前彩排那阵被一部吊臂录影机击中，要即刻送院救治，真是名副其实的黑仔王啊！不过看他今日的表现，应该伤势不大嘅。